2018 ATP 深圳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4至30日在深圳龙岗体育中心举行，设单打、双打两项赛事，三次大满贯冠军，两届奥运金牌得主，前世界排名第一的英国球星安迪·穆雷，卫冕冠军比利时名将大卫·戈芬将领衔重星来深圳参赛。此次比赛会陆续有其他实力运动员的加盟，我们能想象到网球巨星们在赛场上快速移动，争分夺秒，同台竞技，精彩的角逐，一场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赛事盛宴。9月24日深圳龙岗体育中心，我们又一次等到了群星闪耀的时刻。热爱网球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偶像们的赛场风采。网球2018深圳公开赛第一轮，当地时间2018年9月24日15点比赛地点，深圳，深圳龙岗体育中心。比赛时长120分钟，更多精彩赛事请前往观赛日。